即将在5月4号温情上映。在槟城取景的本地电影《海前新路》是全马第一部以道地福建话呈现的写实家庭剧，相信槟城道地福建话的对白可以更加贴近本地观众的心。安怎不能记的？不过要一众来自南马的演员说上一口流利的北马福建话，无疑就是一个巨大挑战。煮加饭，哎，对煮，梅梅，买梅。第一次将童年往事搬上大荧幕，导演苏中兴说，这是为了向已经不在世的妈妈致敬。但是，一说到妈妈，导演苏中兴还是会忍不住红了眼眶。Do apologize. I think the importance for me for getting this film made is that is to remind people how important family is.And not take for granted, especially the sacrifices of our parents. 除了是导演的家庭自传故事，电影的特点之一就是由国际知名摄影大师杜可风亲自操刀，让整部电影更别具一格。说着一口流利华语的杜可风坦诚，除了是因为和导演的交情而接下这部电影的邀请之外，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故事背后的真实性。最国际化的电影其实是最个人化的，因为我们都有相同的这个，不管是哪个地方，都有相同的过程，有相同的经验，我们有相同的那种感受，有相同的脆弱。这部电影的，因为它的根很踏实，很真的。戏如人生，这句话切切体现了电影的本质。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不妨带妈妈和家人走进电影院。除了感受浓浓的本地文化，也提醒彼此母亲对孩子无私的爱。还是我不使养伊，搁有最最使养伊。天后变幻，才是人生的。